哎呀，这败家媳妇啊，她又去我蹦迪啊，又趁着我嘴说，又偷偷去蹦迪啊。 那听着打肚子，那是蹦啥地蹦地蹦地啊！我今儿我治不了你啊，我非遭人治你，知道吗？啊，我还得丈母娘打电话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让丈母娘来治你，气死我！喂，丈母娘，喂妈，我跟那闺女关一圈，没法过，没法过啊！你来给她领走吧。咋了啊？蹦地蹦地，趁着我嘴拙，又跑去啊！我说你来给她领走吧，不要不要。 我是不要啊！啊，你一会儿过来。嗯，那你过来吧，你过来必须教训教训他，你教训不好，你直接给他领走就行了啊，阿妈，走，那我回家等着你啊。走走，好，乖乖。臭败家媳妇啊！一看完一会儿，一会儿丈母娘在咋收拾你啊？哎呀！杨洋，杨洋呀！夜忙。 哎呀，你可累呀啊！你看现在几点了？早上7点了，我天天出去蹦，一喝一还没回来。哎呦，不归我，你这他这个太凶了，欠揍！妈，我跟你说，俺俩没法过，没法过，你来给那闺女领走吧，领走吧。你别生气，丫头，哎呦，叫我坐着等他，让他回来给你叫我看，好好收拾收拾他。你这必须好好收拾收拾他。 妈呀！天天去蹦迪啊，三天两头去，就没法弄。哎呀，天天！这不是死你走回来，走过来，过来，快走过来！跟着穿的啊，跟着穿以后啊，妈，你啥时候来？你来郑州弄啥呀？你要啥时候来？哎，你穿的你穿着暖呀？哎，你穿够吗？我上厕所去，假厕所多，我出去上个厕所。他去蹦迪去，妈，他去蹦迪去。 妈，给你！妈，我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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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妈，我
你给我不是气死你了是吧？妈，我给你钱回去，你别砸了！妈，我给你钱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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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我给你
走啊！我和你亲闺女，亲闺女不中，亲也没，不许再劝啊！下手这么重，你下次能不能轻点打？我看你还穿不穿呢啊？不穿不穿，我真不穿，妈，我这错了。你还不赶紧回屋干啥呀？还想叫咱妈打你啊？还想让妈打你啊？真是的，妈，这回他估计长记性了、你也别生气啊，肯定长记性啊。坐着歇歇会儿，坐着歇会儿。来来来，四姐。